李显龙总理致唁电给中国总理李克强，对中国前总理李鹏逝世表达深切哀悼。李总理指出，李鹏先生做出许多贡献，他对新中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做出贡献，并促进两国友好关系与合作。他也对加强亚细安和中国的关系与合作扮演重要角色。